怪不得师父让我盯着你，果然被我抓住了。你进去看好算算，我去找何西西。嗯，慢走啊。那就请他。让一让，让一让，来让一下。怪不得师父让我盯着你，果然被我抓住了。你要去动一个警察，难道你不怕打乱师父的计划？你不用跟我解释，你回去跟师父说，一次不忠，百次不用。你以为师父信任你，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吗？你可能忘记了惩戒室那把椅子，忘记了是哪种感觉了吧？